什么酥油咖什么什么这对什么炸金花这些我都不玩，我就玩那个什么三国杀，但是狼人杀我还不会，三国杀里面的每一种玩法我都会，不是三国杀，什么呸呸呸，是杀人游戏，杀人游戏的每一种玩法我都会，什么双身份呀、啊、生推呀、啊，还有就是普通的警察的呀，然后还有带那种，还有带技能的那种，你们不知道了吧？我就是说说，你们知道我厉害就行。真的好看，我真的说了好久，有一种。